老婆，我上班去了哈。嗯，好，慢点啊。我老公终于走了，这下我可以跟我闺蜜出去好好逛逛了。赶紧的换身衣。哎，一天天的管事管的真多，每次穿的好看显瘦一点吧，又说我去约会约会，老是那么多事儿。今天我昨天新买的衣服给我穿上，人家说200斤穿都好看显瘦的，我这170斤的胖子应该也没问题吧？等一下出去让我闺蜜看一下，她肯定以为我减肥了。哎呀，这个大肚子也只有这么高腰的裤子能遮起来了，没想到弹力还做得这么大，穿的一点都不紧。我高腰腰头的，你看这么多肉一提前全能遮住，这个小脚裤的版型又显腿长还显腿细的，这一套呵呵。哎呦，背着我在这里打扮喽，跟谁约会啊？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没走啊？我什么约会，跟我闺蜜喝下午茶而已嘛。你还怎么穿的嘛？你这事儿哦，挺显腿细挺显腿长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呀，自从胖了170斤之后，还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显瘦的衣服。我就刷手机，在他们这个大码直播间买的。回头啊，你把这个小黑裤再给我多买2条啊。